已经领到2000元的振兴经济津贴的头城镇民表示，有的拿去购物，有的当红包送孙子，有的民众既然留作纪念。啊，不过吼，啊，这个振兴经济2000元，唔知大家拢有去领无？有领举手。有啊。好。不2000啊，你啊？啊，我就等给我的两个孙，啊，他交学费。你好啊。你好啊。食较好。啊有。有还孙。啊，食较好。哦，哎，卖较好，有领啦，用未？啊，未用啦，啊，未用。啊，未啊，时间啊未到了，啊，未用，提出来用。啊，未。老板送啊？我空调啊，做纪念。头城代理镇长蔡文义也向乡亲报告，这次共有28462人符合资格领取津贴，但过了请领期限，还剩下681人没有领，所以视同放弃，只能充公。向咱头城所有乡亲来报告，啊，这边应该啊会当来领的拢共有28462人，啊，实领有27781人，吼，无来领的拢共干那681人尔吼，所以讲咱这边的领的这个啊百分比是97.6%吼，所以讲会当讲是非常的踊跃，大家对着这项的政策啊，咱这乡亲大家拢非常的配合，嘛非常的支持吼。啊，咱拢共681人啊，这个无领拢共有136万，啊，加存落来的这个金额，咱卖交回进口啊，来做进口其他的使用吼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